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咧《跟达 online》啊！今次咧就想试玩一下《经脉杀》俾大家睇嘅，睇下呢一个《经脉杀》嗰个嘅出到嚟个效果系点样啦，佢啲武器系点样啦，佢嗰个行嘅姿势又点样，俾大家睇下嘅，玩一场俾大家睇啦。然之后咧，点解我要讲《经脉杀》嘅原因呢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佢新嘅卡池咧系有呢个《经脉杀》嘅机体可以抽到啦，然之后都有呢一个嘅召唤号啦。召唤号，跟住呢一只嘅机，但我唔知呢只咩嚟嘅，系啊 ，R 查查啦，应该就系呢一个啦，呢一个应该如果你唔去睇啦，即系你唔去战场上睇过有好多人用咧，你系绝对唔会想用嘅呢只，但系呢只几劲嘅。好，到呢一只，呢一个就应该同上面嗰只都系一样嘅，上面嗰只一样，不过呢一只就唔同地方，就迟啲再讲啦，有机会，因为我都冇，我都好似冇嘅，好啦。好，咁先睇下经脉杀先啦。点解经脉杀多人用呢？个主要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其实佢係佢嗰个嘅特性比较强啦。呢、這个叫唔叫特性呢？机体零件组件啦、因为佢就唔会倒地嘅呢一个吓、应该就佢係唔会倒地啦。Mega 粒子偏向器嘅意思就係话呢，佢嗰个光速成分嘅攻击呢就会轻减，即係光速枪嗰啲全部轻减。你当轻减係大概可能20% 左右、应该差唔多啦。我都因为我冇实际计过 ，20% 应该都偏向多，可能10-20%啦。我都唔太清楚嗰个嘅 percent 系几多啦。但系几强嘅，因为经脉杀佢系嗰个血量可以上到5000左右啦，5000+到。咁再配合埋呢一个嘅轻减咧，其实都真系几硬净嘅，系几硬净。好，再睇埋落去啦。点解会话佢劲呢？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有呢一个嘅叉啦，系啦。現今呢一个跟藤摩拉嘅系统最强嘅武器一定系叉先啦，最强一定系叉鞭呢啲嘅武器。咁佢点解会劲呢？就因为咧佢嗰个倒地值高啦，你见到920嘅，基本上你一射埋去中咗嘅话咧，其实佢已经停一停噶啦，会停一停。然之后你再搏埋呢一只机体，佢系有洗面嘅。咩叫洗面呢？就系成条水喉射过去嗰啲，系啦，有水有洗面嘅，所以咧佢就都几强嘅，只要你搏到呢一个嘅叉鞭，然之后再用洗面咧，其实杀到好多机体噶啦，好多机体。普通嘅三点式即系三发嘅 mega 粒子炮啦，即系呢个光速枪啦，冇咩特别嘅，但系都算系几强嘅，都系几强嘅一个机体啦。OK， 种种原因底下咧，所以呢一只嘅绿招就慢慢开始出翻嚟啦，好多人会用翻啦。好，咁我就俾大家睇下啦。好，咁我升嘅方向大概都系咁啦，都系 reload 啦、威力啦同埋射距啦，系啦。呢一个系我呢个叉鞭嚟嘅，叉鞭呢一个就水喉啦。水喉方面我系真系比较倾向咧，大家系升射程嘅，因为射程一定要远。如果你唔远嘅话咧，其实好渣嘅，系啊。洗面如果你唔升射程，真系好渣。唔同其他嗰啲武器，如果其他武器你都仲可以话哦。唔需要话太高射程，但系就需要 reload 高啲。而我就倾向呢一个洗面咧，射程会高啲，会好啲啦，系啦。就睇下你自己识唔识埋 reload 啦，吓升 reload 都好紧要嘅。但系我就选择咗威力，选择咗威力嘅呢一度。好，咁我决定咧出埋第四只，大家应该未必会用到嘅机体啦，就系呢一只嘅有个绿字喺嗰块面嘅一只机体啦。呢只机体就大家绝对唔会想用啦。如果你系未见识过佢嘅威力嘅话，你系绝对唔会想用嘅。但系当你见识到佢嘅威力嘅话咧，其实你系好大程度上你系会用呢一只嘅机体嘅。点解嘅话咧，我就一阵间俾大家睇啦呢一只。我一开始系介绍呢只主角嘅经脉杀啦，俾大家睇下呢一个经脉杀嘅厉害之处喺边一度啦。好，头先咧，你会见到个地图上咧，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？地图上咧个机体嗰个嘅数量会明显地少，因为有人发动咗指挥，系啦，就一个突袭嘅指挥啦。好，咁但系唔紧要啊，因为我啲机体都比较慢咯，我自己觉得，其实唔算慢嘅，只不过我唔想跟啫，我唔想跟啫。好 ，OK， 大家见唔见到啊？落地嗰下咧，佢即刻可以向某个方向行嘅。这个就系佢个底咧有一个气垫啦，我唔知系咪气垫吓，大家如果知道呢个原理，可以话翻俾我听。但系咧，佢就系同一般唔同嘅，佢落咗地都会即刻，哇，劲惨嘅只，即刻俾人射，哇，咁大胆靓仔，有个挑战，一只射过，哎呀，可惜，哇，大王，射，哎呀，杀咗一件先，唔好理啦呢度，哎呀，可惜啊呢度，吉拉亚马托迪斯，冇办法啊，俾大家见识唔到个威力，其实都有嘅，因为你见到
俾人射几下都好似冇乜事咁，系啦 ，OK， 好，我呢度突然之间有人嚟紧，我见到，好，一只射佢啦，靓波啊呢下，好，有人放咗一只射落去，唉，靓波，仲冇足够，我唔系喎呢个，仲有分，OK， 我哋望一望先喺度，稍微巡视一下先，呢、這个咪敌人嚟噶，哎，有啦，见到啦 ，F 九一。有五百米佢，一隻射落去，可惜啊，中咗，但系唔计我。你会见到咧，佢储气嗰粒蛋咧，佢系好大范围嘅，啊，俾大家睇下。正常嚟讲唔会咁大，我谂成粒波咁车过去咧，我谂应该系比较少见嘅储气嘅蛋，系啦。因为我都好少见呢一种嘅武器嘅形式，多数咧就会你见到有刹那啦，呢度有只刹那嘅，刹那就会成把飞刀飞埋去嘅。咁、那、嗰个咧就系、是、比较短身少少咧，又唔会话好粗嘅。OK， 好啦，嚟啦，机会嚟啦，大家咧翻翻嚟啦，系时候打翻 Battle Area 啦。我哋望望先，照一照先，呢度有只一只射过去，可惜啊，射唔中，因为冇红碌嘅怪，冇红碌嘅怪，尤其是呢大机嗱，呢个大机最大嘅缺点咧就系咧，你睇到劲辛苦，你睇到劲辛苦，一只射埋啦，呢只系咩啊 ？GP 零一啊，呢只怪。好，三二一，嗯啊，喂，射唔中。哦，呢只基拉，基拉大和嘅，呢只系咩啊？突击啊，突击。好 ，OK， 暂时你见到冇晒子弹，就即刻要翻去补啦。因为呢啲机体最讲求咧，就系佢嗰个擦边。你如果冇咗擦边嘅话咧，其实你系好难令到对手咧，好难令到对手咧，有一个倒地嘅效果啦。所以呢一把系一定要有嘅、那个子弹。因为太肥嘅怪兽睇唔到路咯，一只射埋，哇 ！OK OK， 打等先，好停一停，停一停，一只射埋，哇！窒机 ，Oh no， 窒一窒 ，OK， 好呢度见到有只咩啊？有突击啊，啱啱呢度，一只射埋，好波，好。一落地嗰一下咧，其实即刻有得喐咧，其实都几大优势啦，可以即刻咁样。呢就系所谓细节位啦，细节位，因为其实唔系好多机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，就算系红招咧，都唔系佢咁流畅啦，系啦。其实红招都可以嘅，我试过红招系可以，但系冇佢咁流畅啦，冇绿招。好，呢度有只冲翻过嚟，哇！呢度。神救援啊！大家见到，因为呢只格机啊，头先你见到嗰只零零系列其中一只天使嚟嘅，佢呢一个嘅格斗效、格斗性能系非常之强。你只要一cut唔到佢咧，你有好大机会死嘅。佢应该起码劈到三件啊，啱啱嗰个位置。好，哦，因为我自己都试过，我自己试过俾人，我试过用呢只嘢出去斩人，就俾人 cut 技嘅。好，非常之劲啊！一叉边一射埋去，哇！死啦死啦死啦！等等，咁啊三百几，快俾我走，烧死 ！Oh no， 好可惜啊！即刻试埋俾大家睇呢个鹿仔嘅效果啦。好，先讲一讲先呢个鹿仔个机体咧，佢嗰个嘅机体嘅优势咧就系水鹿型嘅，即系话咧佢喺水度咧就会加速嘅。大家见到咧佢水嘅时候就会变形态啦。佢嘅速度都会提高啦，同埋佢个底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气垫嘅，所以就会即刻可以行到啦。好，我接住有只机密杀，我哋跟住机密杀一齐行啦。我哋大家都系绿色嘅，啊呢、這个会唔会可唔可以话系机密杀嘅低阶版咧？我都唔知。哇，叫号，哦哇，成堆都系今期啲机嚟，我哋三个三兄弟。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嗯啊，抵多你外臂。喂，打唔打死？打死佢，打死佢。好，做得好，边个打我？飘头，唯一呢只差嘅就系佢嗰个回气速度啦。第一佢回气速度慢，第二佢嗰个气量少，啊、第三佢速度慢，啊、大家见到啦，同埋佢上升速度都好慢。OK， 哇唔好死啊 ！Oh no， 激马杀死咗，一跌射埋佢啦。呢、這、一个厉害的地方就系佢有拥有四百米红洛，哇哇冇啊，救命啊！呢条山路行啊！呢条山路啊，睇下先，冇啊！只虎娃麻筋揼同埋自由嚟紧，啊喂，突击嚟紧，咁大胆，佢咁啱冲上前，我四百米红咯，
唔好过嚟啊！应该唔过嚟啦 ，OK 就得。好啦，佢而家打紧交喎，俾边个打噶 ？OK， 见到啦，呼啊麻根抌，呼啊麻根抌，既然敢打我啲兄弟，唔好惊佢啊！我哋绿仔军团一定咧将佢灭消灭。喺边度？唔使惊啊！因为呢只刀好似系唔会倒地嘅，我记得呢只。见到啦，敌人一只射埋啦，四百六咯，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冇啊 ！Oh no， 太多人啦呢度，呢只都系水机嚟噶佢，呢只就唔系好关今次条片嘅主题嘅，所以就唔特别讲啦，系啦，但系都轻轻介绍一下咧，即系天草嘅 OU 机体咯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佢有得加速嘅，大家见到啦，一只加埋啦，成个流星锤。哇！呢只 GP 零一走 GP 零一，我而家俾你走到。哦，呢、這、一个突击啊，唔系呢一个系独角兽。嗯啊！哇！呢只嘢大镬，死得！哇！大镬，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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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哇！我走得快。暂时因为一开头突击的关系，所以我哋嘅战力咧，我哋红军嘅战力系比蓝军嘅战力一开头嘅时候已经系赚噶啦，所以基本上唔特别大差错嘅话咧，其实呢一场上呢一场仗都可以赢嘅。OK F 九一搞事 ，F 九一 ，Oh no， 俾人打死咗，哇咁恶，兄弟恶咗啲，就系、是、你啱啱射死我啊，就系佢啱啱谂住杀咗我。我呢个打走应该唔系好够人，系啊，唔系好够人打，我哋打走先。哇！要揸鼓啊，佢佢就一夜流星锤啊！呢个秒啊！你先，唔系好够胆行埋去打咩？唔系好够胆过去踩点。因为佢嗰个位置踩点咧，好容易俾人逼。哇！回嘢嘅喺度，我呢只咩料啊？俾我做咩啊 ？set 好，阿 Sam，set 他紧等。好，先呢个有。嗯啊，我哋诶冧咗，冧咗，冧咗系嘛？冧咗，我佢一冧咗就唔好放过佢啦。睇下佢哋会唔会有人咧想兜过嚟先，我就该。我就喺度抱住佢，一日崩佢啦！啊，你阿靓，哇咁都唔死你 ？Oh no！ 见到你啦，仲想走？想走？好咁易嘅少年，好惊密实，哇呢只一日炸来啦，要！好 ，AUU 又系一只比较系屈机嘅个屈机嘅机体咯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佢嗰个时间好似系100秒嘅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100秒。哎呀 ，miss 咗，唔紧要，我哋等佢 reload， 追住，哇，丢，哇，咁都打唔中，新人类，走，哦。即刻一嘢夹埋佢啦呢度，哇呢只，哇系啊，俾佢追过嚟啊，OK。我哋继续用翻呢一个今期嘅主角惊密杀啦，虽然应该唔系用得好耐，我谂用多大概三分钟到啦。我望先，敌人应该系哇开核弹咁我好开核弹，我哋就走，等佢爆嗰下即刻行前去，一系就会做到一个掩护嘅效果，烟雾弹效果。哇咁大胆，哇呢、這个靓仔就系头先杀我嗰、那个。哇！搞错啊！呢、這个靓仔头先杀我个，佢即刻带走咗一部机噶。唔紧要啊，我有两部惊不杀。
唔好惊啊，救姑我嚟救你，唔需要惊啊！哇，对面好多劲嘅，我见到有超级高达啊，定唔知 SS 高达？呢度我只啦，鬼鬼鼠鼠啊！你见到佢咁样搏咧，劲顺嘅，即系一个叉边射埋去，然之后再搏洗面咧，基本上啦已经死咗啦。除非你即除非佢喐嚟喐去啦，因为有时咧佢会好快就会起翻身或者点样啦，你嗰个洗面就会唔准咧，就会打得冇咁高伤。呢一度就有呢个情况会出现啦。哇！呢只嘢呢个系咩啊？富阿麻根头，富阿麻根头咁大胆。好，通常见到我都唔会唔走噶啦，我谂你，因为冇乜可能打赢，佢哋冇乜可能打赢我。如果一打一嘅情况下啦，但如果一打多啦，我就死啦。好，呢啲机体咧，一打一咧绝对有机会赢到，因为佢嗰个轻减个伤害太强大、太强势啦，又唔识倒地咧，几屈技咯，跟住红椒揾食。一直炸埋佢啦！啊咁唔中，唔紧要啊！哇呢啲嘢系咪想扁人啊？上嚟，好，哇你睇都睇唔到，好走走先，喂呀，招，我招死一件，唔好谂啦，即刻走啊走先，好只红蕉啊，只红蕉走唔切就死啦。所以大家见到佢滑行咗一下，嗰个效果有几强咧？望一望，我开下呢度入去。OK， 非常好啊！喺度偷袭里面，你要哇，招着咗，唔紧要啊，打走先。佢其实咧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佢话追尾咧，其实呢个都唔系话特别好追到尾嘅。你哋要即刻，哇！救你唔到，自己搞掂啊 ！OK， 死啦只 X， 哎呀，就死啦我都，唔想死住。我哋喺呢度行啦，再向上，哎，完咗。啊，咁啊，大致上激密杀嗰个嘅机体性能，大家见到啦。咁有啲咩优点呢？其实好简单嘅优点系啦，好明显就见到优点就系血口啦。唔会易死啦，唔会易倒啦，系啦。有洗面啦，有叉边啦，有呢个三发式嘅光速枪，仲要系劲嘅，仲要系劲嘅，即系话其实三把武器咧，佢都系属于强势嘅武器啦。咁而缺点亦都大家都会见到啦，缺点就系太大只啦，系太大只啦。你佢太大只嘅话咧，你嗰个镜头嗰个距离好辛苦嘅，尤其是一开头玩，你绝对唔会想玩啲咁大嘅机体嘅。我一开头系完全唔想掂呢啲大机嘅，但系后来识玩得耐咗，就会觉得我 OK 嘅，都接受到啊，都接受到嘅。因为呢一只尾数系最大，呢一只尾数系最大嘅。同埋仲有一个缺点，我自己认为啦，就系、是、好容易挡到其他人嘅子弹啦，好大只，因为大只嘅关系咧，好容易挡到其他人嘅子弹嘅。然之后，佢嗰个叉边咧系其实唔系好追尾，系啦，唔系好追尾嘅，因为我都自己试过咧，红洛嘅旗下，红洛期间咧佢系有时会 miss 嘅。咁呢个唔知系咪我嘅瞄准问题啦，就唔清楚，但系我自己觉得个叉边咧，佢系唔系话好追到尾嘅。有时会 miss 啦，系啦 ，OK。咁大致上今次呢条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纯粹一个讲解一下呢个经脉杀个机体性能系如何啦，同埋就讲解一啲跟林安拉嘅一啲嘅基本操作、基本概念啦，都系嗰啲概念嘅嘢，打仗概念。好，咁今次呢条片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翻嚟再拍其他俾大家睇。咁有啲咩想睇都可以留言俾我啦，咪未订嘅话揿个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